我一直想冒险。抱歉，航向，好吧，福林，你发现什么重要线索？是关于艾虚凡的新型火药吗？哼，这也算线索？他们不是一直都在开发武器吗？不，这次可不一样。这是我的同事不太相信，你愿意展示给他们看看吗？ 艾虚凡的小秘密，才1点点威力就这么惊人，如果有更多，破坏力不知道会有多强。下次换我请客。哎，准备起锚。 有事要报告吗？祝你，福林，我有任务要交给你，帮我们新盟友调查这种粉末的来源。没问题。泰利亚，再去巡查一次，叫城里的守卫提高警觉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武器被走私到波拉勒斯。是的，大人。 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祝你一路顺风。
妖。小家伙送到铸造厂西边，我会在那边看着，保证不让。忠诚的员工，从今天起值班时间加倍，我们。你们付出的辛劳，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，只有你们能保障国家的安全。关于近期的新进公司人员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他们是来保护你们的安全。有谣传指出，外地的侵略者和间谍已经混到我们之间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，听从他们的指示，就可以避免必要的事件。如有任何疑问，请找法西恩先生或是威廉斯。也不像害人。先选定目标。你们回去上学。
标。不需要在意那些浑身煤灰家伙的无理行为，有必要的话就给他们一个教训。客户能准时拿到货物才是最重要的。看完记得烧掉，你们这些蠢货！爸爸常说我没有水手的样子，我要回去上学，但我明明就有两只手啊！我才不在乎你们怎么办到，让熔炉整天运作不熄火就对了。化学家正在生产品质优良的火药，你必须持续供应精炼艾泽莱精盐，不然我就找个办得到的人来做。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犯错了。啊！再见了，塔格尼，让孩子搭上渡轮回城里去吧。泰利亚会帮忙找到安顿他们的地方。伙伴，我们到前面会合。
你渴吗？我好渴，保持火药干燥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怎么？走吧。如果你在城里还有事要做，就趁现在赶快做。准备好了就跟我说一声，我们接下来要搭船随风而行了。哦嗨，我会跟着你，要小心。别忘了，关键就在于，不管你到什么陌生的地方，都要像在家里一样自在。先生，早安。时辰改了，大家，你们的酒都外带吧。快，多好。哦，不会吧？有人尿在桶子里。哦，这空桶子是我的，另外一个桶子给你。啊，没事，只不过是酒而已。客户急着要货物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舵手，稳定向前。等等，你听到了吗？好美。舵手，快转弯。你这个笨蛋，转另一边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
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。航行顺利，祝你安好。祝你一路平安。祝你安好。航行顺利。祝你安好。祝你一路平安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想喝杯茶吗？要永远看向大海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祝你一路平安。这里的东西是全库尔提拉斯最好的。想花钱吗？我这里有好东西。谢谢你光顾。我来吧，你们这些水妖，我要剥你们的皮来当新的旗子。他太远了。Thank you.
标。你杀了我这辈子最爱的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需要你注意点。
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他太远范围内，我需要目标。
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祝你一路顺风。你这个无耻的偷渡客，算你走运。如果在上路之前找到你，你就会变成我靴底的尸体。想打探艾世凡的事情要多加小心，他们可是黑幕重重。我洗耳恭听，勇敢向前。朋友，工作就是工作。头好晕，我需要一点小酒，清醒清醒。啊，这样好多了。哎，我们走吧。该往哪边走？左边吗？不对，绝对是往右边。要付金币，小心点，这里有很多怪人。哎，这里很危险。哎，别离我太远可以吗？
里啦。很危险哎！以总帅之名祝福你。你那个顺手做的任务好了没？可以拜托你专业一点吗？我需要靠近你。啊哈！这里很眼熟，走这里一定不会错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上次是往右，这次就往左，看来我总算清醒了。我们到了自由港。这里很复杂，让我来说话就好。你渴吗？我好渴。注意海域。自由港就是自由人的港口，跟博拉勒斯不一样，这里什么船舰都可以停，有私掠者、佣兵，甚至海盗也来者不拒，所以说这是个有趣的地方。我从来没看过这里忙乱成这样，一定是出大事了。我用长靴来打赌，一定会在码头找到更多艾希凡武器，我们得查出谁在买这些武器。